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哈，第一小题他问说哈，右图中 A 点的坐标多长？哦 ，A 点的坐标，然后我们看它 ，A 坐标是2，2， 哦 ，A 坐标2，那 Y 坐标是1，2，3，Y 坐标是3，哦，第一小题，那 F 点呢 ？F 点的话，这是负二，哦，1，2，它是负的，所以这是负20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，他说负4跟负2的点是哪一个？哦，负4 ，1，2，3，4， 负2这一点，这是 C 点。好，再我们看呢第三小题。第三小题，他说图中坐标为负2、负4的是哪一点？负2 ，1，2。这负4 ，1，2，3，4，D点。